那不吃啊？不喜欢啊？哎，不喜欢这些你随便点，我倍儿多打一下的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吃，我就是来跟你说清楚的。还讲什么呀？咱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哦，很清楚了呀。啊？那你就不要让我再为难了呀。我没有为难你啊，我是让你快乐呗。快乐？哎，周江涛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出现了以后，我就没快乐过。啊？来，以前呀、啊，有一个情侣，这女的呀、啊，老问这男的，你喜不喜欢啊？喜不喜欢我？男的，我喜欢你、啊。这女孩就说，那你什么方法证明呢？好，男孩掏出30块钱，啪，放桌上了。问女孩，你有10块钱吗？女孩说有啊。女孩一把钱放桌上了，男孩说 no， 证明了我喜欢你。这女孩说你掏40块钱证明你喜欢我啊？他说对呀、啊，40摆在眼前呀、啊。讲完了。啊。无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你觉着什么有聊？我这么问你吧，你干过什么事儿？你觉得这特别有趣啊？多了，你问哪一件呀？你跑过单吗？什么？吃霸王餐你干过吗？什么霸王餐？咱吃顿饭不给钱，我数1、2、3，3跑呗。吃饭怎么可以不给钱的？一，不是，哎，二，我什么一二呀？好，哎，不是，啊，哎，你们还没给钱呢，那这吃饭不给钱的了。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现在的你？我这不就带你来看我成长的环境了吗？就这个地方。哦，好嘞。小心点，好了没啊？忙完啦？还好。走啦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心！哟，好香啊！是吧？你家在哪里啊？在前面。哦，还在前面。嗯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可是刚跑，刚不刚的公司刚跑，是哦。哎呦，刚跑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哟，侬女朋友老漂亮哎，不是的，漂亮啊，漂亮漂亮，谢谢啊。来，这里边。这是你家里啊？对啊，上面。来啊，上来呀。哎。随便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家啊？啊，你们就是在这长大的？何止是长大呀，我现在还住这儿呢。我哥那铺子，我是偶尔过去住两天去。哎，这上面还有一个房间啊？啊，四喜的。哦，四喜就在上面啊。哎呀，真是不容易啊。10岁的时候呢，我爸就不在了，就剩我们仨，相依为命的，就守着这儿。哦呦，还有阳台的？是呀，我们家也算是这边大户人家，好吧？嗯，阳台还蛮宽敞的哦。对啊，我跟我哥呀，经常坐在这里聊天的。坐在这里啊？嗯，这都是人，这有什么好坐的？不是。你别往下看呀、啊，哎，你往上看、啊，上面有云彩，还有星星呢。那这还能看见星星啊？啊，要不你晚上来，我带你看《流浪跟织女》。没想到你们，肚子是吃不饱，人还是蛮诗情画意的。对啊，已经吃不饱了，是吧？还不诗情画意一下啊？要不活着多没意思呀、啊！人是要有梦想的。梦想，有梦想是好的，梦想很美的。不仅是美啊，你想想看啊，已经吃不饱了，要学会做白日梦。会做白日梦是可以充饥的。嗯，尝尝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陆江涛，
你这请我吃饭的环境啊，都不再说了，尝尝啊。嗯。哎，味道蛮不错的。一看就是千金大小姐，没吃过这口吧？嗯。看来，林老师好像没有那么讨厌樱桃啊。你看着吧，有他难过的时候，谁知道姜汤打的什么鬼主意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一直在回避我的问题呀？什么问题啊？就是那个问题嘛，为什么啊？喜欢我？啊，因为跟你在一起就像在梦里。二哥好，坐着吃饭，别说。是你朋友啊？他是谁啊？我懂。那你干嘛不让他说话？二哥，这顿饭如果这么吃的话，可就赔了。我跟你汇报一下今天情况，今天只赚到12块钱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不让他说话吧，他一说就破坏气氛了呀。哎，不要担心啊，这顿饭我请了。哎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没有让你请吃饭的意思。哎呀，我随便你啊。哎，不过我说啊，你们不能一直总是卖废品啊，是吧？那我们能干什么呢？我们俩又没有钱，做不了生意。再说了，就算有钱做生意，现在大环境又不好，挣不了什么钱。我们俩去工厂也应聘过。嫌我们俩文化程度低，也不要我。要不这样吧，二哥，我豁出去了，我就跟着你，咱们干土司。哎呦呦呦！这是什么人啊？这不干不干的，那哪个事情？你这人，你都把我女朋友吓了，赶紧道歉。李老师，不，嫂子，嫂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不要再说了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快点呀！跟你说啊，你以后说话注意点，咱们干点什么不行啊？啊，是没有文化呀，但我们要努力啊，能干点别的，为什么去干走私呢？哎呀，是的呀。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倒腾走私的货，报纸上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得跟这个市场经济接轨，只要上面有批文倒腾过，也是很能挣到钱的。啊，再说了，现在国家为了搞好经济，这些中介服务啊什么的，未来也会大力支持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可以试试啊，我们可以做的。大哥，咱们可真干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呢，咱们得有这个路数，上面得有批文，咱们才能倒腾货。可是你说了半天，折腾一大堆是这样，是不上的，行不行？那你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你不要让我打断你呀！哎，我问你啊，我问你，什么是路数啊？哎，批文是不是哪里搞的？就搞批文这些人就得神通广大，本事通天，得要通过管理全市的商业主管单位才行。经纬？啊？什么纬？那是我爸爸单位呀。哦。哦。今天对你啊，确实是多了一点了解了，但是我呢？希望你从今天开始答应我2件事情哦。第一呢，一定要回学校上课去，好好学习，我觉得你还是很聪明的。第二呢，你要答应我不要再骚扰我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不是林老师，要是有钱能好好学习，我为什么不好好学习？是不是这不是没有钱吗？第二件事情我很难答应你的，答应您了我有什么好处呀？哎，你答应我了，我去帮你搞搞那个批文试试看。不要的，那批文你不要帮忙的，你爸爸会很为难的。哎呀，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我去试试看吧。不是，哎呀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刚答应我的，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，对吧？答应了吧？答应了。那我走了啊，留步啊，留步。等我消息吧。
谢谢你啊，林老师。哎，真没命！走了。不是，你别往下看呀！哎，你往上看呀，上面有云彩，还有星星呢。那这还能看见星星啊？啊，要不你晚上来，我带你看《流浪跟织女》。没想到你们，肚子是吃不饱，人还是蛮诗情画意的。对啊，已经吃不饱了，是吧？还不诗情画意一下啊？要不活着多没意思啊！人是要有梦想的。爸爸，我想跟您说一点事情。啊，说吧。